屏東潮族有兩公婆，元旦是血族的落日，不過現在吃了實在是其他家看不贏，全無本錢。嫁到秋桐長子鄉一個老師傅去學手藝做米廠，一下一副卡四十年，特地拜就會固定投路順來賣米廠，希望講加減村地位千年來路。烘弄一上，一粒粒嘅米都变作熟透嘅嘅米花，然后再加入糖浆，底部搅匀来，也就会米香充盈嘅棒米肠。林氏两公婆带份一些人同两些人嘅生意呢，每礼拜固定时间露台也嘅路口全家火炉卖棒米肠，就生活还过得去。家人在一起不会辛苦啊？为什么会辛苦？好，都蛮幸福的。就好像就是生命的联系吧。对啊，就是感觉都黏在一起。经济口味无相同，一太太帮米厂卖五十到一百元不等。林氏两公婆台也才被开业以来，已经得到父亲几面的热烈回响。一方面表达对后生两公婆的支持，一方面也潜过来玩些是熟悉的米丝。来对啊，哥哥都生意很细呀，讲起意志坚强啊，阿如讲。大家从这里过哦，跟他们加油打气啦！伊开始来卖滴啊，都看到有个导演来买啊，哎呀，啊，头班啊人都有识过啊。虽然系秋铁路糯米丝，唔过买卖双方展现呢文渊嘅人情，帮米厂老师傅会将技术同工艺传播林氏两公婆，用伊如何要延续头班农村沙飞奶奶嘅乡里乡亲。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